电视。家里。让那些老外来看一下你的英姿。好，回来。等一下也暂停。认真点啊。怎么不认真呢、啊、拿一个然后放哪个你一样可以。
你跟着我，好。你这多大？Thank you.
两边养的好。来了，已经黄了。啊？然后两只你来。多少钱？这样的。这样的。拿回去给你老公吃了吧，你好歹毒啊。就拿狗狗下来看我，就拿狗狗下来看我。要是下来，要是带狗狗下来了。拿不起，不能搞。咋没看见？嗯，好嗨。
看一下。拉回去。那没有，没有，不行啊，先好了。然后你，又完了。
你第二天上哪厂的？他上没有上的那天？他卷还卷了，啊？那你看一下，昨天，上了吧？看我这滚滚机器的呢，滚你的机器滚出来了呢，一定得滚你啊。好，你准备炸喽。你来两个车已经炸了吧？你拿哪些晾晾干？现在还前一天，你是怎么开的？电哪里了？啊？他手接来了。接来。接来。上站。你等一下，等我接上车里。这个说的接的，说的不好的。多大哭？我到底有这个？趴下一点，那个。啊？全程摄影啊，一丝不留，不留啊。这个脚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那个在放那里。
嗯，应该十一号吧。
Thank you.